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，你跑过来干什么？今天是我们高栋的大日子，我怎么能缺席？那你自己多留心吧。嗯。其他人呢？想问南安吧，应该在路上了。放心，没跟他说。出事了！不见了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本来说好一起来发布会的，结果一大早人就不见了，现在手机也关机，怎么都联系不上。等等，冷静一点，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什么时候，在哪里？回想一下，细节，快点，倒带。没有细节。其实我今天一天都没见着他，我一开始没有当回事，我以为他去给大家买早点了，我就在家等他。结果离发布会时间越来越近，他还没有回来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先是没有人接，然后就关机了。接着我就去他房间看他，也没有人。电脑在哪？在房间。他有个习惯，他会同步所有的东西，所以电脑里的 message 也会有记录。去把他电脑拿过来，快！对，走。哎，他拿过来了。怎么？无所谓，提前我把他拿过来了。密码：19940918，男生日。不对，试一下你生日。不对。你跟男之间有没有什么互相间的外号？鳄鱼牙千两。试一下。还没死去。外青松公路139号，按我说的做，你自然会知道答案。这么远啊？对啊，你到底为什么跟南恩分手啊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这个人是谁？你说我妹她不会被人绑架了？外青松公路139，我去找他。我跟你去。我们也去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两个留下来提高木，我们去找。我已经到了，为什么还要骗我？难道伤害的还不够吗？